兄妹不和，导演，导演，你吹我就不笑，吹，导演，上来滚蛋啊！这里只在交谈，到底，好惨。体罚不能用了。少伟哥有扮过皇上吗？不瞒你说。我的私生活就是我的。我都好难背哦。你自己选的。新人要加油，好吗？加油好吗？训导主任这个角色是要千挑万选的。你不要拖累我们嘞。这边。好的。这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俩干什么？你们两个。我没笑，我没笑。让我们欢迎这台北的 Daddy Dan Rubber。放牛，放牛！干什么？他奶奶的熊！拜托，拜托！六姐，六姐！哦，等你啊！25年前在我家尿尿，可多了，可多了！等你啊！他奶奶的熊在我家尿尿，导演坏掉。今天运动量还 OK 吗？太够了！不要再考了。一个礼拜都靠今天。